OK， 乌克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osh。 那么在这里呢，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讲说关于我最近有发现到一个 apps， 其实是还不错一下的。为什么？因为它在好像我们每次去淘宝上面买东西嘛，对不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想到说，如果我们在淘宝上面买东西，那么我们要分享给朋友，朋友要买的话呢，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呢，就是有手续的上面的麻烦或者是复杂的东西。当然现在淘宝也做得很好，你们可以直接对银行过账。那么可是呢，如果说今天呢你要帮朋友买或者是说有一些人呢，他们想要在这个淘宝上面帮助做这个代购这个部分，那么你们自己本身呢还要去加钱在于这个产品上面。那么在加钱的这个产品上面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它的价格就会跟淘宝里面的价格是不同的。那么今天在这里呢，我要介绍大家一个 apps。那么这个 apps 来讲的话呢，你可以自己在里面买东西。那么你在买东西的期间来讲的话呢，你会发现到的最重要的一点东西就是它的品质很好，它的品质很上等。那么我们卖点我们也会拍一些的，就是说在这个淘宝在这个 app 上面买回来的东西的这些的品质的开箱给大家看看一下啦。那么在这里来讲就是说本身，因为我自己本身有用了一段的时间，还有我的老婆也是有用了一段的时间。那么这个 apps 呢，现在呢就是它研发到另外一种更好的这个情形，就是说我们除了如果我们自己要买，我们要分享给朋友，我们可以用一键转发的方式直接分享去，也不需要说你要下载那个图把它就是说set 下来放在你的这个图片里面，然后再分享给朋友，那么就多了很多的步骤，也吃了你很多的 memory。 那么最主要这边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的一点东西就是你可以用一键转发的方式直接发给你朋友，那么你就会省掉了很多麻烦的部分。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讲说你现在他们的这个 app 升级到就是讲说，如果你可以成为合伙人的话，那么呢你可以享有 5%到40% 的这个折扣。也就是说你在卖这个东西的时候，或者说你在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你本身可以享有这个5%到40% 的折扣之外呢，在你卖给朋友之间来讲的话呢，又用原本它里面的价钱你卖给你朋友的话，你还是可以享受5%到40% 的这个利润，你就不需要再去加这个价钱，那么这个原本的价钱就会变得很高。就算你品质多好，那么价钱太高来讲的话，我相信很多人在这里呢就会有这个避讳。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现在就是我给你看一下那个 app 是什么。那个这个 app 呢，就是我们发现到呢，它就是叫做这个订货猫了哈、哦。这个订货猫，大家不是太清楚，不要紧，我等一下旁边我会放一个logo 出来给你们看看一下订货猫。那么在这个订货猫里面来讲的话呢，首先第一点，你们开进去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什么？它就会出现说一个荧幕，然后就会跳出来叫你们注册。那么一开始的时候，他叫你注册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海外的这个电话号码哦。那么我们之前是不能够选择海外的电话号码的，但你选择了这是海外的电话号码，打入你自己的电话号码之后呢，你就要收这个验证码哦，从这个信息里面收验证码。那么这个信息里面验证码哦，收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到一点东西，就是它会进入，那么它会说您不是 VIP 会员，无法进入。那么你就会看到楼下呢，它有一个输入通码，那么输入通码的时候呢，你就输入一组号码哦，那么你就可以进入成为14天的 VIP 会员。那么你当你进到这 VIP 会员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有很多的这个项目啊，或者是说很多的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可以买的。那么呢最主要一点东西就是讲说，如果今天你除了这个买之外哦，那么它有什么优惠呢？首先第一点就是讲说，你会成为14天的 VIP 嘛，这样如果我14天之后怎么办呢，对不对？那么在14天之后呢，只要在这14天之内你有下单一个东西，就是说你又买啊，对，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它很好的地方就是讲说，它不需要有支付宝，也不需要说你要找谁代付啊什么之类这样子的，你只需要的就是讲说你可以用微信支付哦，用微信支付，我现在微信支付现在很多人都有了啦哦，那么你只要用微信支付你就可以下单了，下单了之后，那么你就可以把货寄去你的这个中国的仓库，那么它就会再转寄回来马来西亚。那么最主要的重点是什么呢？这一个它里面所有的货呢都是在原产出来的哦，原产出来的。那么订货包为了确保给大家最好的这个品质哦，还有最好的优惠价格，所以它都是从原厂哦去跟他们合作，然后出货给我们这样子。那么在这里呢，除了
这些之外呢，只要你下订单一个之后呢，你就会享有一年的 VIP， 一年的 VIP。当然，在你这个享有一年的 VIP 之内啊，如果你发现到这个订货猫可以让你成为你的生意伙伴，或者是说可以让你去做生意，哦，你想要拿来做生意来讲的话呢，那在这里要跟大家讲解一下，就是它是非常非常非常方便的。那么第一点就是我刚才讲的说，你可以用来这个一键转发嘛。那么第二点呢是什么？第二点来讲就是说，你是不需要本钱的，哦，你不需要本钱去拿货，哦，去做库存。那么在库存这一方面来讲，我相信很多人知道，如果你在中国找厂商，哦，来找厂商，就是说你要拿一批货进来，代理进来，然后你才去卖的话，那么你最少呢，你一样都要拿这十几样以上，十几种你的库存回来。那么如果说像衣服来讲的话，那么有 S size， 有 M size， 有 L size， 有 SL size， 那么你每一种可能厂商都会要求你一种要拿十件，哦，或者是二十件这样子。那么如果你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你要做生意来讲的话，你就会库存很多很多在于那边。那么如果现在情形之下来讲的话呢，订货猫呢就是一个优先的一个趋势来的，啊，这个 app 是一个优先的趋势来的。你不需要花任何的一分钱，你就可以在好像成为店主这样子，成为网主这样子。那么第二点来讲说，你也不需要有很多的库存拿回来，等一下突然间又卖不完，那么你在那边就留了一大堆的货。因为我们本身呢，就是我跟我老婆之前，我们都是一路来，我们都是有在做微商啊，或者说在做一些的小生意方面。那么我们家里的库存也是非常非常的多。为什么？因为每一次啊，他们都是说啊，你必须要拿多少的货量啊，啊，你必须要囤多少的货啊。甚至他们有一句话就是讲说，哎，你没有货在手上啊，可能你就不像在做销售啊，人家要货你又没有货啊之类这样子的。那么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遇到了这些库存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发现了这个订货猫这个 app 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到，哎，它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优势，而且它是未来的一个趋势来的。你不需要本钱，你不需要库存，你只需要一键转发，那么你就可以赚钱。那么可能你们会觉得说，哎，这样子的话我要怎么样子赚钱呢？我又不能够说把里面原本有的价钱，好像我今天我播了这个视频出来，很多人去下载这个订货猫，那我要怎么样子去赚钱呢？首先你要记得，刚才我们不是有讲到关于这个通货这个号码嘛，通柜这个号码嘛。那么在通柜这个号码里面来讲的话呢，你就必须要填，好像说，哎，今天我介绍给你，可能你想要介绍给你的朋友，那么你呢已经成为了这个 VIP， 又或者是说你已经成为了这个合作伙伴，那么这合作伙伴合伙人哦，我等一下会告诉你们是怎么样子的一件事情。那么你成为这合伙人之后，你自然就可以生成这个通关的这个号码啦，就是一组的，好像说referral code 这样子，那么它就会属于是 under 你的。那么除了成为 VIP 之外呢，你也可以还199块去成为人民币去成为这个订货猫的合伙人，那么你可以享有5%-48%之间的折扣，也就是说你自己买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享有5%-48%的这个折扣。那么如果说你是合伙人，然后你的朋友也想享有这个5%-48%的折扣来说的话呢，他也可以成为合伙人，由你招募他也成为这个合伙人。那么成为这个合伙人之后呢，只要他享有的这个5%-48%里面他有买的东西，或者是说他也有招合伙人，他所有的团队所购买的里面所返利的公司给的返利5%-48%的返利呢，你还可以赚取20%这个返利。哦，那么我相信淘宝现在也是有做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举动。那么因为这个是未来的一个趋势，那么目前呢，我们就是有发现到订货猫这个 app 它就有产生的这个趋势。我相信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更多的话呢，哦，可以私聊我们。哦，那么我今天呢介绍这个订货猫的 app 呢就到这里了。哦，谢谢大家。那么如果大家喜欢呢，记得点赞还有订阅我的频道，那么还有follow 我的推特，也 follow 我们的这个 line，哦，加入我们。那么我们未来如果人数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我们可能会直播抽奖，那么就会由 line 那边我们去做一个直播的抽奖。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下面我会有一些的这些 link，我的 youtube 你可以订阅，我的这个推特你可以 follow， 还有这个line 你可以加入。哦，那么今天呢这个影片就分享到这里啦，谢谢大家。